那再来为大家呈现的就是我们第二套，一样是我们双进行 bra 的裸装规。那跟刚刚大家已经有提到了，我们今天的这个进行 bra 呢，总共有四种颜色。刚刚为大家第一套呈现的就是蜜粉池以及裸装规。那我们这款双进行 bra 呢，还采用了内侧导流的设计透气，让你呢可以更加的亲肤、温柔，支撑你一整个胸型。那我们这款双进行 bra 呢，在外形上面呢，它非常的简约时尚，它采用轻薄细致的弹性条纹布料，以及高帧数40G，让你整体的触感可以。